没有啊，不要这样。我觉得应该先让你弄掉，我再来那个。弄掉怎样？我先弄掉，你再去。对。对啊，我先弄去。这里我们再一小段不好弄。
看看这个洞。这个在第几个？在阿弥陀佛。应该在吧。在在。呀。好啊，你别用嘞，我过来给你提，我来提一下，好吧？不要，不要再去，因为那天很少。好。哎，那那。嗯。好。这是用来做屋顶的，因为这个面积也比较大。哦，那就留着。没关系啊，你先用你那一种，我那个我修正之后，我觉得不好，我就重做。好。留着。那我再去吗？去弄那个木烧，我不要了。好了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这边呢，如果要一半这个水啊，可以。对，你可以。后面后面，等一下我去看，有我在叫你。因为那边可能比较不好去，我也没有去过。可是我们前面那边那一天挖的应该还有吧？嗯。还是不说还会再长出来？不知道多快，我也不知道。好。